都要吃。你要叫什么我都知道吗？这么左讲右讲，左讲右讲。我想你，我不喜欢跟你争，真的，真的不是人。你的搞不出来，他偏要说难弄。你。他说你对不起。对呀、啊。人家的工艺都是非常简单的，他偏要搞的工艺出来，妈的复杂的命都没了。难道你工艺复杂了，难道你的成本就不高吗？现在的东西是最简单最赚钱。而且这个东西真的，你要是要看这个距离啊，这个东西就挡在我的眼睛前面，我又看不那个，就是这个东西吧，又挡住了，还要看歪。如果说你重新换的那个压脚，这个东西可以拿掉吗？你做了那个压脚之后，这个就不要了，不要了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靠那个慢慢，对对对，就靠那个。这样的话就可能眼睛好看一点。对呀、啊。只是我眼睛都看花。反正在圆角的地方，那这边就大了，到这边就开始媚，因为拐弯嘛，你是说压脚一定要抬一点起来，它的均匀度还是有一点。